我就觉得你呀就是上天派来收拾我的，不过你对我算是仁慈了，人家妈妈都脑溢血，你还没把我弄成脑溢血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了啊，感谢你。好问题还错，舒适还错啊，这你怎么能惩罚？九九四十五，你他妈生气不？啊，九九四十五。那你不要哭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不是，这需要想吗？啊，听听，这需要想吗？你给我说谁和谁组成谁？这个题。上面填几？要用上面的数乘以那个数等于多少？写在下面。儿子正，儿子写四柱性的有了。